今天我们来玩躲猫猫，我们要在农场进行躲猫猫小游戏，每一局都有一名猎人，游戏一共300秒，300秒结束，猎人还没有抓完所有躲藏者，那躲藏者会获胜。那今天是躲藏者获胜还是猎人呢？我已经看到啊，小神，我已经看到了。你们不带这么欺负人的、啊。要是意思，我只能这么说，好吧？要是意思。你们就在屋顶吗？你们就在屋顶？没有，我们在晒太阳玩。再出声点，不要出声哦。再出声点，不要出声哦。我操！哎，小山。你看那，你看那边有个有个女孩子。我你不在终点吗？你又不在终点吗？我跟他秦王绕住走。小牛行不行啊？小牛，抓他抓他，让他游让他游啊！让他游，打他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走了走了走，就是这样。哎，你追他吧，别追我。抓出来，你追他，你追他，你追他。看没看没看，你敢抓一个人啊？你干什么？别走！好、哦，知道了，里面还有个人，我看到了。全在家里。等会儿，你们先到后面吧，抓后面。走过来，不是啊，你这太远了，我必须先抓你啊！不行。No， 可以。No， 季夫，有话好说，好吗？哟，不好找吗？不可能找不到的、哦。你们不可能找得到我的。我在一个很神奇的位置，你们他必定会经过那个地方。你提示了个屁呀、啊！我们一起走，我们一起抓他，这不好抓吗？就算我们集个合。哎，我们集个合，我们一起。哦，你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真的、啊？走，回来了。他是个村民。杰超，你刚才从树上你飞下去的，我们都抓爆你的。啊，对呀、啊，真的。